欢迎收看酱 Style 频道，我是酱。大家久等的衣服终于来啦！我们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箱啊。这个衣服呢，终于来了。等一下，哒哒。OK， 原本呢，这个衣服呢，是在我出国之前要发布的，就是3月26号那个时候原本要发。可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回复我那个哪些人的地址跟电话都还没回复我，所以我等到30号回国的时候才发的。结果呢，刚好又遇到那个4天连假，就要多等6天的工作时间，所以才会这个时候收到。OK， 我明天就会陆续把这个奖品呢送出去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哦。